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我们继续来收看湖南华莱对阵广东世纪城的第四场女子单打，彭庆对阵孙瑜。目前大比分，广东世纪城2-1领先于湖南华莱。彭庆看作为一名年轻队员，挑战我们现在的女单主力。对，因为彭庆她的目前最好成绩是双打冠军。有女团的那个女生们、先生们，在我右边，广东世纪城孙瑜。那毕竟年龄还小嘛，跟谭振东一样，都是98年的队员。广东世纪城发球，比赛开始，0-0。就看18岁的年纪，那个时候应该。像龚志超、龚瑞娜已经出成绩了，他们那个时候可能会。所以像这种打多拍以后自己的球质量不高，就是孙瑜的得分机会。要注意自己的失误啊。那宇超的揭幕战就是湖南打广东世纪城，对，当时是上了戴资颖，赢了孙瑜。接一点，所以孙瑜的这个稳定性啊，真的是非常的好。那他的最大特点就是4平8稳。对。好球！又是一个勾对角。
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出现孙瑜的主动进攻得分啊，嗯，反而是被彭清两个防守勾对角。就看孙瑜不论是在国内打还是打这种国际大赛，嗯，总显得每一拍的处理都非常的小心。对，确实啊，就一直在左右调动孙瑜，不停的在跑，个头有这么大，所以呢就转身用的比较多，嗯，这效果还非常的好啊，到目前为止。调还是角度选的太边了。因为在国际比赛当中，看像孙瑜打这个辛德福跟马林，其实也蛮多次的。那种直来直往的进攻打法并不怕，就是怕着戴思颖这种拐来拐去的球。还是给了很多对角线。对，好球！哎呦，这边再接内就有了，应该。七比八。嗯，自己的搓球质量太差。要跟上这个速度。所以多拍之后啊，彭清的失误就开始慢慢增多。嗯。九比八。这样对拉的话，就是太稳了，所以就是。对。所以彭清的进攻还是要大胆打，虽然自己有失误，但是必须要告诉对手。我的威胁还在。对。
杀直线。对，彭清的进攻还是能够得分的，关键就看能把握机会这一下了。所以孙宇你看发高球基本上都被彭清给打给攻的直接得分啊、哦。发球又是打孙宇的，可惜彭庆今天接杀就很明显的就是勾这脚啊。11-10，领先一分，孙宇。彭庆现在来看的话呢，进攻还是有，威胁也很大。嗯。主要就是孙宇的球太稳了。对。所以对拉多拍过程当中呢，彭庆就会出现一些失误，所以这应该也是个人能力和经验的一些问题。看看11分之后，彭庆的一些改变。孙宇今天并没有我们前面说的啊，看彭庆能不能守住他的球。对，没有太多进攻，就对，都一直在拉开，就是说防住彭庆的进攻。嗯，好球。确实彭庆的球打下来非常的尖啊，落点很好，但就是缺乏一点点稳定性。嗯，他应该说他的一些失误，这个位置也挺多的。对，你知道这个点呢可能是孙宇比较难受的，所以基本上彭庆的进攻也不是说我重杀效果应该也不好，就打落点。对，好球好球。就失误最可惜的，没关系，只要比分能够咬紧，对孙宇的这个心理压力会越来越大。嗯，底线界外。
看机会，漂亮好球，这个点拿不了，一拍拿不了分，但是我下拍的连贯还是有，就只要打这个点孙瑜就比较的被动，一个是反拍的这个腰部，另一个还是他正手后场，正手也是对，给了距离比较长，14-13，现在孙瑜也是从发球开始就改变，不直接发高球，反正尽量不给彭庆进攻的机会。哎，推球比较快啊，这对于场上节奏的控制啊，怎么样让彭庆没有主动进攻，逼得他失误。中杀反而效果不好啊，同样能打出很漂亮的进攻，但失误也是非常的多。18-14，所以就等在那个点了，对，没退。好球，动不了了。看孙瑜今天进攻真的不多，还是采用他最保守的一种办法，对，打多拍，每一拍给彭庆增加一点压力，最后逼着彭庆自己主动失误。没有推出去，雨点20-15，20-15，
北拍头顶压的彭清非常的被动。因为孙宇还是靠自己的一个经验啊，比赛的经验，对场上节奏的掌控能力，来赢下了第一局。并不是我们所想的，孙宇主动进攻来拿下这一局啊。他四方球打得很开的话，尤其是正手这一排直线，给彭清制造的威胁还是挺大的。对。所以彭清现在看怎么样解决自己这个稳定性的这个问题。对。第二局孙宇应该说是站在一个逆风的场地啊，这样压彭清的后场可能会压得更凶一点。对，但这边如果彭清他发挥得好的话，其实顺风的情况呢对他的这种进攻还是有利的。对，因为孙宇他反正他不会进攻，就看这换了场地之后会不会有进攻。这边有风，应该对彭清的进攻是更加有利，更快一点。对，球速会更快一些。控制好，因为自己的推球和挑球非常容易出界。送得太好了这一步。对，还是自己的失误。多拍之后啊，彭清的场上移动呢就会出现一些问题。
对，感觉孙瑜呢，虽然没有一拍直接得分的这个能力啊，但是每一拍的连贯，一拍拍的施压，嗯，逼得对手失误，这可能就是他最大的一个威胁了。对，以稳定取胜。嗯，那每拍球质量不说非常好，但是也不差。两个了。嗯。有球啊，嗯，稍微加力就出了，对，所以这也是场地对单打的影响啊，比对双打的影响要大得多。对，终于有开始进攻了。前还是需要自己给自己鼓劲啊，把这个对老队员的一股冲劲要打起来，要不然慢慢跟着孙瑜的这个节奏的话，后面只会自己失误越来越多。对，就打自己的特点，自己的威胁。跑动上面，对，这把彭青吊得的太开了，场面。嗯，球擦了一下网，对，所以场上的节奏也是有一些变化。比分拉开的话呢，就更加不好打了。对，发球质量不高。这女单这几年的话，湖南队就是这个，应该说陈小佳就是靠宇超一步一步打到国家一队。对，所以有她那样一种每一排球都去拼的精神的话呢，或许对这些小将可能更加管用一点。对，其实彭青感觉应该说自己的个性还是太温柔了一点。对，在场上呢有拼劲，但是表现不出来，表现力还是差了一点。第一局上来可能心里很放得开嘛，对手老队员我去拼，所以打得应该不错，然后越打呢自己越不自信，因为自身的失误会越来越多嘛。对，所以说到底包括像咱们湖南队两名这个男单也是一样的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放开。嗯，你越放得开的话，作为对手他老队员他其实怕这些队员去冲他。对，孙瑜11-4打比分的领先。接外了。
这每次赢球他还能够叫出来喊出来，对，特别的温柔。对，对角还是在速度上明显加快了。又是往前一个，12-5。这单打中间可能搓球比较管用，双打的话应该还是以快为主，搓球少用。以快为主，对。因为单双打的技术还是明显的不同。对。说到彭庆的这个反拍，确实正手他劈的这一拍呢，包括头顶他都有威胁，但是反拍过度的话就稍微差点了。这也就是说自己还是有漏洞。你像这一方面的话，如果加强力量训练的话有用吗？应该说加强一个手感的训练，手感就是对球的控制啊，我怎么样做可以不失误。应该加强这方面。其实他的失误并不代表他没有力量。好球，一个小范围的转身。对，像这种球只是说他很难控制住自己不做到不去失误。对，想打一个更刁的落点。对，注意到了他的这种彭庆的对角，因为打的太多了嘛，老队员的这个场上的应变能力还是肯定要比年轻运动员要丰富的多，这种控反控可能要更好一点。对，第二局也应该说孙宇也是适应了彭庆的一些进攻落点啊。对，所以现在很明显就是说彭庆的主动得分要少了很多。出界。第二局是完全没有压力了，所以可以大胆发挥自己的一些特点。
终于是彭庆在多拍过程当中啊赢了一分。就他跑的并不是，应该说他一旦速度慢的话呢，就可能非常被动。对。回敬一个截杀对角，就是彭庆没有太好的办法，个人实力上的差距，能力上的差距还是非常的明显。对，这个接发球也是完全没有想到对方会发这个点。节外啊，对，盘点20-8，就是一旦拉开，而且孙云对他熟悉之后呢，可能就没那么容易得分了，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啊。对，21-8，第一局呢，应该说孙宇还不太适应彭庆的一个球路，所以丢分比较多。但通过第一局顶下来，第二局调整之后呢，彭庆反而就是说一点机会都没有了。就这场球，应该说还是实力上的差距。对。那么四盘比赛，目前广东世纪城3-1领先于湖南华莱，稍后将会是最后一场女双的比赛。